台上今天这一声轻便的装扮，来到的是我们罗东很有名的罗东夜市。那更重要的是，在罗东夜市这一个公园路144号，有雷雄市。那这里的管理委员的主任委员呢，就是我们黄培基黄大哥。什么样的一个大事情呢？那就是今天他们举办了这个达摩祖师的佛诞文化节啊。那他邀请了很多的喜欢国术的或者练国术的这些朋友呢，来到罗东的文化工厂做一个表演啊，这是非常精彩的。所以呢，台长这一次生负重任，除了报道啊，我们的达摩祖师爷的佛诞的一系列的这个过程之外，还有很多精彩的舞狮舞龙，那更棒的就是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大会，能够让每一年呢有很多朋友可以来参与。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也特别再给予我们黄培基黄大哥呢一这么精彩的一个活动呢，可以热烈的这样的掌声。希望他每年呢越办越好，越办越精彩。 大家好，今天是农历的10月15号，也就是达摩祖师的佛诞文化节。今天现场呢，在罗东夜市里面呢有活动，早上呢已经有收银呀，然后有发给现场。那希望呢晚上呢在文化工厂6:30到10:00有国术之夜的演出，希望大家能莅临哦，希望一定要到哦。
且不是家庭是不同款哈，连这个啊，这个礼貌都跟咱非常非常的啊，这个不同款哈。感谢。啊，今仔是咱瑞芳市啊，淡黄祖师啊文化节，啊，等讲瑞芳市淡黄祖师伫咱罗东啊，公园路这个所在啊，是咱宜兰县啊罗东镇的信仰中心啊，因为会当讲非常老这个所在啊，啊，咱看到讲这个所在啊，伫咱文主义啊领导之下，非常老实啊，信仰咱的游客，咱的信徒满天下。啊，今仔日啦，啊，会当讲办文化节，除了讲咱庙所有啊庆祝老师以外，咱还佫伫咱罗东工厂地文化中心办姐姐活动。咱希望咱的乡亲啊，大家会当来文化中心、来文化工厂来看老师，来支持，予咱瑞芳市咱淡黄祖师文化节佫较老实、佫较成功。感谢大家，多谢大家，谢谢。谢谢。好好好，来，不注意来。你叫这个来，叫这个来，姐姐。好，来来来来来来，你看到了，我做后边。好来。铁路在做啊，做一条。你要注意啊。你要先访问我啦，我怎么讲？啊，你哎，先到来来来，跟咱这个来家，哎，做主，哎，来家做主，注意啊，你对吧？啊，袂讲啊，今日几多钱？我做人啊。好，好，好，再讲。您，这有啥？我有听，我有听。你有听？有啊，你有听哈？啊，麦克较低，我去手机找下。哦，这样哈。我拢有听，你看麦克较低。嘿，您大家好。这个所在什么所在？您知影无？这就是罗东，罗东。瑞芳市，吼，达摩佛祖，啊，搁有一个清水祖师，搁有一个天父，搁一位天庙，众神安尼吼，啊，搁大家，因为我吼，安怎样来遮结缘，我叫做陈丽玉吼，我就是对这杨梅，对杨梅来遮结缘的哦，有远无？哎，真远！啊，我即马吼，我的名就是吼，这祖师救我的，因为我中风袂振动哦，啊，拢袂讲话哦，啊，因为来遮求一杯茶哦，使我会讲话，哦，我感觉足奇妙的安尼，所以这祖师，这怎么讲？这个灵感吼，普通拢予你信袂到就对，因为去年我要当个大陆，要当个大陆陪祖吼，我袂惊，我甲求，我当个大陆吼，每一省暗时落雨，日时好天，每一省哦，几落个省哦。那个时阵上欠水哦，第一遍到武汉，我去的是坐轮椅，啊，祖师庙吼，祖师爷吼，安怎教我，安怎样啊教我教我保护嘿，伊都安尼一路对我保护就对啦。坐轮椅去到位边，怎个走？嘿，
啊，到伊往走的，吼、哦，暗时落雨，因遐拢无水哦，当无水的时阵，暗时落雨，日时好天，即马去到四川省，吼、哦，暗时落雨，日时好天，即马四川省我过来这个上海，嘛是同款，暗时落雨，日时好天，就有奇妙啦吼。哦一个季节就是，伊要去四川，拄拄要去迄日，甲人讲临时取消。嗯，这个时阵取消了后，过顿日那领大地动，伊个再无去啦，都是他必有无去啦。那去拄到拄到地动就地。哦，上大地动迄年，嗯，我忽然间十几个人要去哦，忽然间去退票。退票，大家嘛惊一个讲，啊那安尼讲话，阮这大嫂讲话拢足实在，安怎样？这边那也无实在，那忽然间要退票，唔知安怎样忽然间退票，天光在透早的票，下暗去退票，透唔是，到暗应该是明仔载透早会到这个四川会去，叫做啥？都江堰。要渡江堰吃中岛，结果忽然间退票，要救十几个命安尼，真侪。哦，过年吼，过年即马伫要到啊，即个过年，即过年嘛，还未到，我未晓讲。我安那大家做事过瘾呢，因为我甲诸位哦，诸位还过十四五岁时阵哦，就到斗阵练国术了。啊，所以阮两个一三兄弟，所以今仔日呢，伊一直来遮，敢若讲做诸位的时阵啦，啊，我来即地遮，敢若有咧演啦，敢比比国术，所以我就来遮。要来服务的原因，就是学这个国术的来遮。但是呢，我民国一零二年心肌梗塞上病院那里哦，病危通知呀，就爱紧急赶紧来开刀啊呢。结果呢，甲这副主任在当天啊呢，求助师讲，就赶紧进来啊呢，是你爱将啊呢。啊，张仁庆哦，已经要入去马家医院的开刀房啊呢，上个月八十外岁啊，看唔免开刀无啊呢，甲救安尼啦。这个季节看有要信无？大家，我入去开刀房一开刀看落了啦呢，三条心脏管中通，到到即马心脏也用用。所以呢，我甲做事的这季节就是这所在，呀，有求必应，呀，啊，所以呢。这的兴就是做事的灵感嘛呢，因为这才风行啊呢。今仔日做事做1690岁这个佛诞呢，大家来个祝贺啊呢，是希望阴暗的这个另外一个大会的这大会的这个一个现场呢，希望大家来参观一下，谢谢。这个手真大，差呢，啊，人家也怕。太妹，来，不是啊，你这个辣妈，太妹，这个辣妈，
春好比一排旗，一束之光能结火。弘扬世界要文化，文化遗产是艺术。这样我们两个就进来了，全进来了。啊，太风水，你一过来就这样过来吧，两个这样，这构图好看。老师现在已经专家了，那就要拍几次，他知道镜头要怎么抓。这构图好看一点，构图才好看。张老师啊，那这个这个文化遗产这样子的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来再来进行呢？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艺术的发展啊，特别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内容啊，要宣传。要弘扬这个要保护的话呢，首先用一个把这个组织机构啊，是跟其他的艺术机构不同，啊，我认为呢，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呢，首先是有缘的艺术家一起，这个对这个文化遗产爱好的人一起去研究去啊画，这个不仅仅是国内。而且国外去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呢是世界人民的，不就是没有国界的，没有国界的啊。这个呢，因此呢，就是说要有些人参加呢，就是说，我们艺术家的画，要有理论家，你们这个网络啊，我们这个评鉴要去宣传，帮我们宣传啊，这个大平台，同时有这个企业家，他来一起来这个。啊，来这个保护是啊，来这个呢，他们啊，来支撑支持、来支撑，这样呢，能够我们把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团队呢向前推进是三种人一起就能推进，就这个。然后这三种艺术家企业家还有媒体那我们香港的杨会长呢？那一杨会长您在香港的这种感觉来讲，觉得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或者在发扬方面，他们有什么样做法？其实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艺术研究会了，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全世界人民的财富。是是。就是中国呢，有40多处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么陶老师这次他是主要是从这个，石窟。石窟它是石窟，主要就是佛教这一块体现佛教这一块的文化这个艺术。那么就。汤老师是从石窟入手，完了再从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山，
还有自然文化遗产。自然文化遗产。自然文化遗产，文化就是山，它有自然文化遗产和这个文化双遗产。那么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有世界文化遗产，是我们只是一个星星之火，嗯嗯，今后要燎原的嘛，要把所有的世界的文化的世界文化遗产的艺术都要去研究，是去展示，嗯，把研究和展示做世界文化遗产艺术这些人，我们把它聚在一起，嗯嗯，这是我们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做法，工作，要有一个带头人，是，那唐老师就是这方面的带头人，是，一点一点推向全世界，让所有热爱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艺术的人，团队加入进来，把这个团队就是平台越大越高，是，面越来越广，整个为世界文化遗产来研究。做这个艺术研究来做这个大的工作，现在只是起头，起头，难怪在刚刚开始，画展里面有两幅是老师特别把您研究这个文化遗产的入画，所以说各位观众朋友，将来呢，汤老师也为一系列的致力于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的这个作品的制作，那也听了汤老师还有我们杨会长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意见呢，所以呢，希望很多观众朋友呢来加入这个阵容。所以将来台湾也会一个分会，那当然呢，等条件成熟成熟的时候，哎呀，也好，请汤老师呢啊一个这个正式的这个互动呢，就可以来一起来共同努力的。好，谢谢。OK 了，就这个意思。